请闭上双眼，调整好你的坐姿，可以是双盘，也可以是单盘，选择你舒服的坐姿。双手接手印，可以放在膝盖上，也可以放在小腹处。现在，请调整我们的呼吸，把我们的呼吸改为腹式呼吸，用你的下丹田呼吸，长长的、轻轻的呼吸，在你的下丹田，也就是在脐下两指到三指的地方，感受那里像有一个风箱在拉动，呼，吸，呼，吸。轻轻松松，自自然然地放松下来，好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冥想。首先，观想在我们前方的虚空中，有一位暗蓝色皮肤的女神，她就是宇宙母亲。宇宙母亲有着
宇宙暗蓝色的皮肤，长长的头发，现在观想宇宙母亲的心间开出一朵莲花，莲花可以是任何你喜欢的颜色，可以是白色、粉色、紫色、蓝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绿色，各种颜色，挑一朵你最喜欢的颜色。莲花上生出四片小绿叶，在绿叶中长出一颗红色的爱心。接下来，观想在你自己的心间也开出一朵莲花，莲花上也生出四片小绿叶，绿叶中长出一颗红色的爱心。宇宙母亲把这颗爱心射向你的心间，你的爱心和宇宙母亲的爱融为一体，你沉浸在这份爱和喜乐里，安坐一会儿。观想让你的爱心扩大，让你心间的那颗红色的爱心扩大，把爸爸妈妈、先生、太太、儿子、女儿观想在你的面前，把你心里的爱给到每一位亲人。观想他们每一位的心间也都
生出一朵莲花，莲花上也生出四片小绿叶，绿叶中长出一颗红色的爱心，你们的爱融为了一体。观想他们非常的欢喜，观想他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和你拥抱，你和家人的爱融为一体，沉浸在这份爱和喜乐里。观想我们中国大地960万平方公里，观想我们心中有无数的爱心飞出去，飞到祖国所有的土地上。飞到祖国每一寸土地上，
观想我们心里的那颗爱心和无数的爱心飞向地球，无数的爱心覆盖地球的每一寸土地，观想所有的爱心都融化了，变成一个大大的爱心，把地球笼罩着，把地球包起来，观想所有的爱心通通都不见了，化为了能量，一切都是空的，请安住在空里，
慢慢睁开眼睛。把意识拉回到身体里。